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蔡英文一句批国民党的话，引来台网友360度无死角反击。台湾地区领导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图片取自台媒《民进党在野时不遗余力抨击国民党》，更曾带头喊出“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口号。如今国民党倒了，台湾依旧没有好。蔡英文当局上任后，许多政策引发民怨，街头大大小小抗议不断。面对年底选战，国民党喊话用选票教训民进党，引发蔡英文重话回击称，听起来有点讽刺。台网友听闻蔡英文此言，反倒一面倒批蔡走到哪句骂到哪，谁讽刺谁，不然试试看。更有媒体发现，在露营铁票区高雄，有一知名餐厅自制民进党不倒，经济不会好的海报挂在门口，表达对民进党的不满。蔡英文，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2018选举将近，各党无不卯足全力准备选举。面对民进党各项施政不利，国民党喊出要在年底选举，用选票教训民进党。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蔡英文在接受岛内镜周刊专访时声称，民进党所执行的许多政策都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想做不敢做，该做却没做的事，如年金改革、转型正义、年改部分。马英九说不坐像火车要坠崖，可他任内没成功呀。再来马执政八年，房价涨最多，现在我们做社会住宅，若要举例真的举不完。国民党应该做结果却没做的事，民进党做这么多，他们还要教训我们，我是觉得有点讽刺了。蔡英文，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蔡英文这番话不但没能带起节奏，反而惹怒了台湾网友，愤怒表示执政无方，只会乱搞撒钱，落得民不聊生，还有脸出来说三道四，才令人觉得讽刺。不然试试看。国民党也对此进行回击，并指出问题要害。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明贤18日表示，是人民要用选票教训民进党，因为民进党施政不力，让人民非常痛苦。但蔡英文却将矛头指向国民党，根本避重就轻，转移焦点。他指出，民进党执政两年以来，诸多施政让人民失望、愤怒，像是民进党在野党时，保证十年不涨电价，结果执政后有点双涨，且涨势还看不到尽头。民进党施政不力，让人民痛苦之事不止一桩。他提到，最近 IMF 评估显示，台湾今年与明年经济成长率都只有 2.0 以下，就算股市有较高的指数，一般人民却普遍无感岛内经济表现，前阵子居然还出现民众疯抢卫生纸的民生问题，正凸显民进党当局在经济面向的缺失。赖清德左，蔡英文右。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另一方面，像是劳基法修恶，让劳工难脱过劳恐惧，眼高手低的长照 2.0 让人民担心老年生活，电厂火力全开让全台陷于空屋恐慌等等，都是让人民痛苦的施政。这些民生问题历历指证执政党施政不当，引起民怨，但蔡当局却将责任归咎于国民党，无疑是推诿卸责，转移焦点。请蔡英文搞清楚，是人民不满民进党施政，才要用选票教训民进党。台网友也清醒地提醒蔡英文，选票是国民党的吗？并表示早晚受报应，要说民进党施政让人民不满之处，可谓不胜枚举。就拿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缺电问题来说，蔡英文执政前曾信誓旦旦称上任后不会缺电，并喊出2025非核家园目标，但上任后缺电、限电问题成企业与民众害怕的问题。非但如此，民进党还总是想方设法让人民相信他们正努力的解决问题。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面对缺电问题，蔡英文日前与环保团体茶叙时宣称，这十年是台湾能源政策转型最痛苦的十年，他盼大家共体时间，
并宣称2025飞核家园的目标绝对不会跳票，听到将再苦十年，台湾网友忍无可忍，纷纷飙脏话，怒批不离不弃被当白痴，不缺电都跳票了，给十年也是等下一个跳票，质疑蔡英文根本是在加速统一。还有网友指出，台湾第一个无法连任的民选领导人，这历史成就非蔡英文莫属。蔡英文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更有网友表示，每年都供体时间，要供几年。也有网友抱气认为，我为何要一期苦，总统月领50万新台币，老百姓怎么跟你玩自进党？不是批评，是中肯的称呼。为什么选你出来还要供体时间，苦你 X 人生有多少十年， X 去死苦十年，然后十年之后就习惯了错误政策，比贪污更可怕。谦卑，谦卑再谦卑，要变成痛苦，痛苦再痛苦了吗？台民众对民进党的不满并非只停留在了网络上，更实实在在付诸到了现实生活中，连露营铁票仓高雄都未能幸免。执政近两年，蔡当局力推的许多政策引发民众不满，导致民调持续下滑，经济也未有起色，人民不满情绪高涨。据香港中评社报道，高雄知名餐厅雅宴招待会馆日前因城市整体消费力持续下降等因素结束营业。负责人郑东元指出，高雄从过去全台第二大城沦为老三，城市整体消费力也持续下滑，留不住年轻人及高端市场。他指出，高雄的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而民进党整天改政治，却不关注基层百姓经济民生及招商引资。高雄知名餐厅雅宴招待会馆门口挂上民进党不倒经济不会好海报，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郑东元日前自制写上民进党不倒经济不会好的大海报挂在门口。他指出，民进党在高雄长期执政，但高雄景气每况愈下，因此自制海报表示不满，民进党在高雄执政这么久，是时候该政党轮替了。报道称，向来被认为是露营铁票仓的高雄出现这样的海报，引来许多路人注目。民进党执政以来民调持续下滑，也让外界关注这样的情势将对未来选举造成多大影响。对于批评国民党有点讽刺的蔡英文执政到如此地步，到底谁才更讽刺，台网友对他表示，原标题蔡英文一句批国民党的话引来台网友360度无死角反击。来源 http://www.taiwancity.org/2018/04/T2018/0419/1194/5758 htm